侯胜师父上人、新平里李良仁里长以及与会的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甄汉，欢迎大家的莅临。大家能够齐聚玉堂在今天的讲座，首先最要感谢的是我们的主办方义觉园侯胜师父上人，谢谢师父。接着要感谢的是这次讲座的协办单位新平里办公处、台中市北屯区新平社区发展协会，谢谢。那今天新平里的里长也来到现场，我们有请里长为我们致辞，里长请。义觉园的洪胜上师，还有各位大德，各位信众，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新平里的里长，今天的主题就是生命的转类，遇到遇缘，就是说今天非常高兴遇到各位，也是我的缘分呢。还感谢这个上师在这边开导大家，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莅临我们新平里。新平里是一个非常好的社区，以后也多多欢迎大家多多的参与，我们广结善缘，谢谢你们。谢谢里长，在这个非常殊胜的讲座，我们能够在义觉园学习真的很幸福，将正法的种子可以传递出去，遍地开花，让更多有缘的朋友接触义觉园心能教育，更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让我们再次感恩师父上人，谢谢里长，谢谢筹办这次讲座的同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行今天的讲座，生命转捩总在遇缘。在人生的道途上，是否总感到力不从心，工作不如意，家庭不和谐，感情不顺遂，灵性被障碍，我们可以改变现状，扭转劣势吗？大家想了解生命如何转捩吗？好，现在就让我们邀请今天的主讲者，是洪胜师父上人的入室弟子，也是我们义觉园太上感应篇课程的归顺老师上台与我们分享生命转捩总在遇缘。欢迎我们的归顺老师。亲爱的师父上人以及在场的老师，还有里长、里长夫人以及所有的师兄师姐，大家下午好。很高兴今天来到台中，有机缘来到台中跟大家分享我来到义觉园这个正法大家庭，接触了洪胜师父上人后的转变。那感谢师父上人还有主办义觉园以及协办单位新平里办公处给予我们这么棒的环境学习。那先自我介绍，我叫小琴，法号叫归顺，这是2017年我拜师的时候师父上人赐予我的法号，我很喜欢，感谢师父上人能让我归顺大法。那我家族呢是世袭的宫庙体系，那我从小就跟家里的神明的缘分比较深厚。那在我出生到现在已经30几年了，我看过无数次的人家就是在讲神明会降机，然后就是路人的身体会开口办事说话，那就是也看过很多的信众会来问事情。那第一代是我的外公，我外公就是从17岁的时候就是当机身一直到现在，那到现在已经是87岁了，那等于一辈子都是在当机身。那阿公现在偶尔还是会办事，不过跟以往相较起来的话，他现在办事的次数真的少了非常非常的多。这都是因为呢，在现在几乎都快退休，没有在办事了。那不过还是有偶尔会有人来问，是要指定阿公来办事。那我想这就是阿公他的业缘还没消完吧。那这都是全在2013年呢，阿公办事次数会逐渐变少，是全由师父上人的调解跟沟通，阿公的生命状态才可以逐渐的好转，不被这样子一直的入架。那阿公曾经有跟我说过，他说我们家开公庙办事的这种日子是不会好过的。阿公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状态都是会比别人还要辛苦，还要劳碌命，那也无法自主。那生活上呢，跟别人相较起来的话，也是比较不优渥不顺利的。那这些话我长那么大听到现在，我听了不止阿公讲过一次，
我能感受到阿公他那种身为机身的无奈与无解。对，那再来呢，接棒的就是第二代，就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呢、啊，她现在跟我阿公是一模一样的状况在办事。那我妈妈她在四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在办事，一直到现在六十岁了。那我妈妈呢，她的状况是一开始办事的时候，她的压力很大，她不想要让人家知道她会这样子的状态。对，那她自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那还记得啊，有一次我们东港三年一次的迎王大绕境，那就是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宫庙会出来绕境这样子。那平常我妈妈都会去一间市场买花，那一间后来卖花的那个老板娘刚好也去看热闹这样子，然后她就看到我妈妈就是被神明入体这样子。之后我妈妈去买花，她就跟我说：“欸，我不知道你会这样呢，也会被这样子入教。”然后我妈妈听到之后回来就跟我说：“我够拍谁，好害羞。”她说：“怎么会让人家发现她会被神明入体了这样子？”那从此之后呢，我妈妈就不再去那一间花店买花了。所以呢，可见啊，我妈妈是多不想让人家知道她会有这种生命状态这样。那这就是我阿公跟我妈妈目前的状况，那也都是由不得他们的情况下被抓鸡的。那老实说呢，他们不会想要，那可是他们也没有办法说不要。对，因为这只能将就。那像我们通常像我们家族这种世袭公庙的体质，如果你不去顺应他的话，去服从他的话，他就会让你不舒服，那也生活上会出现非常多的问题。就是我记得我妈妈快被抓鸡的前夕，她是躺在床上半个多月都不能动，那她就跟我每天都跟我说她哪里不舒服哪里不舒服这样。那我就陪她去医院做检查，那也检查不出什么原因。对，那现在接触了师父上人后才知道，原来啊，那早已经有迹象了，我妈妈那样子早灵性上早就已经有那个迹象存在了，是冤亲债主跟业障的关系。那这个状况呢，是跑医院是不会好的，跑医院只会让自己这种状况越来越惨，因为医院只会用药物跟打针来对治这些问题，所以只会越来越精神状况一定会越来越不好的。那就是只要就是我们当时啊，就是根本也没有想过这就是要被抓鸡的现象，我跟我妈妈当时也没想过，那根本不会联想到这一些什么我妈妈当时什么抓鸡的这些现象是要因为你不舒服才要被这样子。那我妈妈当时也没有福报呢跟机缘去遇到师父上人，所以呢她第二代的这个宿命啊就这样承接下来了，逃不了的。那接下来就是我本人第三代，那所以呢才说我们家是世袭的家业，世袭家业的宫庙体系，那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下来是逃不了的。那这在我看过那么多的宫庙体系里面，我自己个人看过无数很多，我们那边又更多宫庙，通常这种现象是跑不掉的，是没有办法让你逃得了的。那就是上一代如果退休了不在了，你的下一代一定要承接下去，就是一定要你接不可。那就连我周遭比较年长的长辈都跟我说过，说现在是你阿公阿公跟妈妈，改天就换你了。我就会跟他们说我不要谢谢，然后他们就长辈就跟我说那你不爱的不爱你的爱家，我说哪有这样子的。对，然后呢那些长辈就这样跟我说，那真的是接触了师父上人后，我真的才知道说原来啊灵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子的，是非常的纷乱的，而且二十一世纪他们是招兵买马的，就是会扩展业绩扩展基业，所以现在才有很多的灵媒啊，我们看到的神明代言啊，这些名词，那都是年龄层非常低的。我现在看到的都是年轻的漂亮妹妹，很年轻。那以前我记得小时候看过的都是大概中年那个年纪才会有这个就是办事这样子，看到的现象都是这样。可是现在却是年龄层非常非常低的，小女孩子、男孩子也有。那这也代表呢，现在的灵性磁场越来越纷乱，越来越混杂了。那为什么我可以在第三代就不用接棒呢？大家应该都觉得很好奇吧，我连我自己到现在就都觉得不可思议。那也因为自己在外面看过太多这些例子了，包含自己的亲人也是一样的，就是要被抓鸡这种迹象都是由不得他们的，加上我自己本身家里是从小看的就是宫庙
这样子长大的，我能更加的感受到那种感受，那种感觉，体会到那种感觉是不可能会这样逃得了的，那也知道是逃不过这命数的。那在2013年的6月16日这一天，师父上人第一次亲临了我们家的宫庙，叫如意宫。那当天下来恭迎师父上人的是我们家的太子爷。那太子爷当时啊，见到师父上人非常的欢喜恭敬，那祈请师父上人上座到我们神明办事的桌子前，就祈请师父上人上座。那我从来没有看过我家的神明是这样子的状态，通常来问事的啊，来我们家问事都是来求神明帮忙解决问题的，那哪有像师父上人是来还送礼，那每一位神明都有一份，那还有家人每个也都有，那还帮家里的神明提升起来这样子，那还有人与神的问题也帮忙沟通，在当中帮忙沟通化解调节提升。那当场呢，师父上人还有唱诵圆和妙音，我们家神呢，太子爷也祈请师父上人教他打功夫这一段。那师父上人也在当中开示说，也在当中开示说法。那原来这是其中啊，师父上人已经帮了我跟不同维次空间的诸众神呢，在沟通调节了。这也是我事后才知道的，我自己完全都不晓得这件事情。那原来师父上人当时是为了救我而亲临我们家的宫庙的，而可能是我要被抓鸡的时机已经到了，那而我自己都浑然不知，浑然不晓得这件事情已经悄悄的来临了。那可能是我在这之前呢，我之前自己细细的回想起来，这样子就其实很多我自己本身就有很多的迹象，就是要被抓鸡的那种迹象，就像是我自己的脾气就很差，然后常常看不惯东看不惯西，那也没有耐心，缺点也很多，就种种的这一些，又傲慢，那脸上的痘痘也长不停，然后我看了好多中医去调养身体也没有好转，反正就是这样子一堆这种状况，那一直找不出原因来。而且这阵子真的是觉得，那阵子看到自己都觉得好丑，怎么会这么严重，这样心情也很沮丧。那个迹象呢，那这些迹象啊，原来我后来是接触了师父上人才知道，原来这就是灵性上的问题，我自己的灵性上已经早有问题了。也因为我是宫庙体系，所以我当时也没有去联想到什么灵性啊，更没有听过这些什么不同维次元空间的这些名词，从来没有听过这些，所以没有去连接到那边。但也不是自己没有发觉就没有，那一股能量它就是活生生的就存在着在我自己这边。对，好，那以前从来也没有听过易感体质这四个字，原来我就是属于这种体质的，我就是属于这种体质的人。那师父上人也有开示过说，这种体质是大好大坏，就看你遇到的是什么缘分。那师父上人在第一次亲临我们家宫庙当中也有开示，我在这边也分享给大家。师父上人开示说，众生本怀着有一种向善的愿力，无奈乎无始劫以来，我们生生世世不一定明白的时候，难免有造下一些业障，会障碍到我们生命转化与成长。所以也蛮赞叹诸位的，能够在这一个娑婆世界，也非常耐心在做一种引导。如此感怀，不知众生何以见得？但是只要能够成于中，即能行于外。生智而后天下智，生成而后天下成。期待我们自身的愿力能够更深智，而能够铸成一种依报随着正报转的美景。往后有劳众神尊们，期盼未来有缘可以再相会，能够去为这个世间成就无上道业。这一段呢，是师父上人在当中帮我跟家里的家神沟通协调的开示。原来我家神也很向往我们能够朝着圣贤之道去学习去深入。那师父上人而后又开示说，把人做好才能把神做好，那这些都不离开基础的弟子规学习起，这样才能真正如意，透过如意之心慢慢回溯回来如来之性。在这过后，因为师父上人的沟通与调节，家里最大的改变就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她在退嫁的时候呢，有别于以前她还没有师父上人帮她调解过后的时候，妈妈以前呢还被神明入嫁的时候是需要有人在后面搀扶着她，退嫁之后，那经由师父上人这样调解沟通后，
我妈妈退嫁的状况大大的大转变，然后到现在的状况就是家里的神明已经降机来了，我们都不晓得他已经入他的身体，可以那么轻那么顺，这都是要真的要感谢师父上人，就是不用我妈妈退嫁，还有我爸爸在后面搀扶着他这样子。那整个还有我看过我们这种宫庙体系的，还有很多种现象，就是有些是办完事情后那个机身都是整个会瘫软不行，倒在地板这样子，然后要过一阵子才能回过神来说怎么发生什么事情，刚刚怎么了我都不知道这样子。那阿公呢也因为师父上人的调节以后呢，就不用那么辛苦一直被不同的神明给入体，因为我阿公的体质是可以被很多尊神明入体的，这一尊来走了又一尊来，这一尊来又走了一尊来，一直轮流这样子的，那这真的是非常辛苦的。所以这种状况呢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容易，甚至退嫁之后身体也都非常的疲惫很累。那阿公会变好呢，这些全部也都是因为师父上人的化解才好转的。记得还有一次师父上人亲临我们家宫庙的时候啊，我阿公在房间里面，我去找他，然后我阿公就问我说，师父到底我靠吗？我就说对啊，阿公师父到底我靠。然后阿公就跟我说，我一定撑不住啊。我说阿公你想呢，后面在踏车，我就说后面在踏车。然后他就说，阿公就跟我说，很多众神明要来排队要入我的体来跟师父顶礼问好耶。他说我没办法啊，没办法啊，老啊。然后这是阿公自己跟我讲的。那他说呢，他有点招架不住，很多神明要排队来入他的体，跟出来跟师父上顶礼问好这样子。他说他真的没办法这样。他说阿公你别这样啦，赶快出来不要再硬拼了。那这也由不得他。那我当时呢听到我阿公说后面塞车了，觉得这也太神奇了吧，因为我真的从小到大我没有看过我家里的神明是这样子的状态，那我真的觉得很讶异。那这一会之后呢，结束呢，我才知道啊，拜拜的神明桌上面有我的名字，那是一般我们凡夫肉眼看不到的，只有师父上人的佛眼才看得到。那就是我曾经呢跟不同维次元空间签下的合约，那人家要来讨债了，第三代接棒的时间已经到了。那当时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师父上人在当中帮我沟通调解，才能保下我，就让我有这个空间可以继续学习成长。那用对的方式去还，就是我欠人家的，人家已经讨到家里来了。那什么叫做对的方式呢？这就是重点了。如果没有遇见名师，明白的明不是名气的名，如果没有遇见名师，让我们这种宫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那是无解的。只有遇见明白宇宙人生真相的导师，才能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状态，哪里有出了问题，哪里需要调整改进，哪里需要修正，再给予我们对的方向理论跟方法。那这绝对是依照每一个人去，这是依照每一个人去对症下药的。可是前提呢，也是要我们愿意去接受跟配合师父上人的教法。那当时呢的状态呢，等于是师父上人先帮我还债了，也在当中帮我谈了条件，人家才愿意放人的。所以这种机缘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因为在这种要被抓机的情况当下，这种领域当中几乎百分之百都是服从的，而且他是不可能让你这样就溜掉的，不然就让你的生命开始不顺遂。那就像我刚刚分享我妈妈她被抓机的那种状况，躺在床上半个多月，那最后就让你非当机桶不可。那我看过的呢，还有搞到你啊，搞到人家以为你是有精神有问题，精神疾病，然后甚至就是有忧郁症恐慌症这一些种种的这些问题，甚至家破人亡都有，那身体一直生病找不出原因，种种的这些迹象真的是痛苦到不行，没有快乐可言。那这也让我想起了我当时国中的那个时期，我们家里旁边的宫庙在拜拜绕境，那家里有就是外面有很多神明都会出巡，家家户户都在外面拜拜这样，我就看到我妈妈站在我旁边，她就干呕在那边要吐出来这样，然后就很快的跑到我家里后面的厨房在那边吐，她说她很不舒服。可是我当时呢，我不晓得这是什么情况，我只觉得我妈妈可能吃坏肚子，或者是她可能不舒服什么之类的这样子，根本就是当下也不会去联想到原来
这就是要被抓鸡的迹象。那后来呢，没有多久，我妈妈真的就被抓走了，就被抓鸡了。那这也是我跟师父上来学习后才知道，原来这早已经有迹象了，只可惜我妈妈当时没有机缘遇到师父上人这个法缘，所以呢，她就这样接上去第二代。所以这个缘真的很重要。师父上人开示说过，总在遇缘不同，这是真的。那刚刚分享2013年当时师父上人亲临我们家的宫庙，我看到我自己家神的那样子的恭敬又欢喜的对待师父上人的那个画面，一直存在我的心中，久久没有散去。那这一幕呢，也让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自己在心里默默想着，师父肯定不是原本我认知的那种出家师父，然后剃光头穿袈裟这样子，重点又长得这么有气质，这么的帅，这肯定大大的有来头。这一段是我自己心里的 OS， 那我自己就说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住。那接着呢，慢慢有机会有机缘接触了师父上人后，渐渐的我发现我自己有好多的错误的观念思想行为。其中有一个，因为是我家里从小就是宫庙体系拜拜的，所以呢，我们家甚少听到阿弥陀佛这四个字。那我以为啊，当时我还以为这四个字是人家家里有办丧事才会有的，那这是一个大错特错。原来阿弥陀佛是要趁着我们每一个人头脑清楚的时候赶快去念，不是等到头脑昏沉或是念给断气的人走听的。那踏入一觉缘后呢，也开始让我重新洗刷我从小错误的许多的认知。原来啊，就是这些错误的认知才让我的命运这么的苦厄，这么的不好，那甚至到后面要被抓鸡。那这些层层的错误如果没有与名师的接触学习，我自己绝对没有办法，身旁也没有人会告诉我正确的，就连我的爸爸妈妈、我的亲人，还有甚至像以前我读书学校的老师，也都是一样，没有办法给我正确的知见，让我的生命变好。那所以呢，遇见名师真的非常的珍贵，他给予我的是法身慧命，可以解脱苦厄，自己可以变好，也可以有机缘去帮助到有缘的人事物。那一开始接触听师父上人的法，在法堂当中开示的佛理，我自己都听不懂。那不像师兄师姐们的慧根那么的好。对，那当时也觉得师父上人讲的境界好高好高，也都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甚至有时候很想睡觉，头脑也会昏沉，有时候还会选择去逛百货公司，而不去上法堂。那这些是我当时的状况，后来接触了才知道，原来这就是自己的问题，我自己的污垢太重太重了，加上师父上人能量太强大，我不堪受。那师父上人也曾经比喻过这种现象，就像是在扫地一样，灰尘太厚，我们自己去扫会有扬尘，那会因为不喜欢这些扬尘呢，而不继续扫，那这样子就不会有干净的一天。那整个过程就像是这样子，比喻上开始在学习接触学习的情况，自己的状况不好，我自己状况不好，那遇到种种的问题，我就不会想要再前进，不会想要再继续说怎么样把问题找出来，那永远不可能会变好的，而且啊，会随着时间越来越严重，因为年纪会越来越大，那身体机能也会不好，不学不修行就是会这样，那会更提不起精神要好好学习，那这样就会非常的可惜。那虽然一开始接触自己会有这些现象，不过呢，之后呢，在当中啊，不断去亲近师父上人，那有问题也会去请教师父上人。神奇的是，这些不舒服的状况就会逐渐慢慢的变少，那心情呢也会越来越安定。这一颗心也会越来越安定，不像以前我那样子的心浮气躁的。那肯定呢，这一些全部都是师父上人的照护。那当时也学着拜佛，每天早上给自己的定课学着拜佛。虽然一开始我拜的时候头非常的晕，对，那也不过慢慢去做，不去多想这一些，那就渐渐的好转，越来越好，头脑也不再昏沉了。那还记得2013年一开始接触师父上人的那个时期，本身也是很多问题的，当时我先生家呢也不断发生像八点档的剧情不断的在上演，比如说我公公的女朋友，因为她有自己有一些私心，那一直想要把她的女儿介绍给我的先生，那后来没有成事，之后呢搞到不喜欢我跟我先生，那当时我们已经快要结婚了，那她就想尽办法要把我们给
逐出家门。那其中呢，有一个是他花了钱请了外面的道士画那个符要来对抗我们。那他拿回来的这些符啊，他每天都加在他打的果汁里面，新鲜的果汁里面给我先生跟我公公喝。那重点呢，是我先生都没有喝，他每天都送给我喝。讲到这边，这真的是像师父上人所说的，亲人的缘真的是更深厚的，关系上就像是讨债还债、报恩报怨那样子。那这回我肯定是遇到冤亲债主了。那个果汁呢，我当时也不知情的就喝了，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直到我们要结婚的时候，这位阿姨又主动跑来跟我说，她要拿我们两个的八字去合，去选一个好日子，好让我们结婚。那我当下也没有多想，就给了。那后来呢，这阿姨挑选的这个好日子，我拿回去给我家里的人看，家里的人就说，那问问看家里的神明呢，这个日子有没有适合你们两个这样子。那之后神明就降机下来一看，就说这个阿姨选的这个日子全部都是你们两个会对冲的日子，哎，就是你们两个会不好的日子这样子。那后来神明算一算又说，这个阿姨有花钱去外面画那个不好的符要对治你们两个，哎，你们两个要小心哦，这样子要小心呢，他拿给你吃的东西不要吃哦。那段时间阿姨真的有一直拿东西要来给我吃，我这时候呢马上想到我先生每天给我喝的毒果汁，里面全部都是黑色的残渣物，这下我很肯定我被吓服了。这是其中之一的毒果汁事件，还有加上当时啊我结婚的时候，家里的长辈给我生小孩的压力，我那一段时间真的很痛苦，真的又有压力。那段时间呢，几乎每天呢，我都在我们家的公庙嘛，我每天都在那边求我家的神明让我赶快怀孕，那赶快让我生个小孩这样子。那当时呢，我还花了好多钱跑医院去检查，那中医也调养身体，那医生都说你们没有问题啊，搞得我精神都快分裂了，加上家里的人一直这样给我压力。那家里的长辈也是一直帮我求，一直帮我求，求到有一天啊，家里的神明又降机下来，就跟我们说，可以请老鸡童不要再求了吗？老鸡童就是我阿公。神明就说，他每天早晚敬茶、拜拜、烧香，都在求我们赶快让你怀孕。家神说，我们也很无奈，也无解，我们尽力了这样子。家里的神明真的这样子跟我们家人讲，我也在旁边。那 这些发生的这些事情呢的时间点是在2013年，也刚好是我刚结婚，那也刚接触师父上人的时期。那我是因为我先生才有机缘接触到师父上人的，那谢谢这位请我喝毒果汁的冤亲债主。要见到佛之前真的要先消消业。那我会分享这些是因为当时如果没有师父上人的引导，我真的走不出来。这些种种的问题，这些种种的好多的问题，种种一下全部都来，有人跟人关系上的，有不同维次空间，有不同维次空间上的，有灵性上面的，还有家庭的，有感情的，有事业的，这全部都是问题，一下全部真的没有办法。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那这个时间问题点呢，当时也请教了师父上人，我请教了师父上人说，那个阿姨把我们的生辰八字都拿去排了，我会不会怎样啊？因为我当时很怕我自己被做法还是什么的这样，我就请教了师父上人。师父上人就开始跟我说，只要我在自己的道业上精进，不去埋怨，把自己成长起来，这些自自然然也都会没有了。如果一直想着这些问题啊，是不可能改变的，因为人未能无念，故为阴阳所缚，只有道业成长，才能真正的医报随着正报转。当时我真的有听没有完全懂，可是我相信师父上人所开示的这些话，我也有一直放在我的心上。那当时呢，只要有机缘，我就会不断的去亲近师父上人，接触师父上人，也自己知道在法上的不足，很多不足的地方。那当时呢，也请了一套明觉讲记回家看，我每天反复看，每天看，加上呢看师父上人的法堂，还有不断看波雅老师的了凡四训，以及于静义公寓照神记。那就这样子每天都看，神奇的呢，之后啊再去上法堂，我比较听得懂师父上人的开示了。原来这就是师父上人所说的要不断去熏修，不断去接触，不断去置入这些正确的佛理，
那才会产生那个质变，真的是要不断的保持。那所发生的这些问题的种种呢，也因为接触了师父上人之后才知道，我每次所遇到的这些不好的人事物啊，都是跟我自身自己有关系的，因为无缘不来，不管是好的或是坏的，不管是好的或是不好的都要去接受，坏的来赶快消业，不要在当中啊又造业了，那赶快在这辈子好好用对的方式去还，去完善这些缘分，不要在当中又造新业。那如果没有跟着师父上学习，我绝对不可能会有对的方式去对待这些问题，我一定会很难过，而且我每天会抱怨，我一定每天都很痛苦不快乐，那这样子会不断的重复这一些问题。说真的，当时如果没有师父上人，我一定会非常的难过以及纠结，每天都活在那种痛苦到不行的日子。那我遇到问题呢，我会一直抱怨，我会一直抱怨，都是别人的错，我自己都没有问题，那肯定痛苦到不行。那就这样一直到2016年的11月，有机缘与师父上人跟随师父上人到大陆的九华山和弘法学修之旅。那我回来呢，有机缘担任这个听打的工作，就是把师父上人开示的法听打下来。因为我自己是开服饰店，那当时呢我时间比较弹性，所以每天都会固定时间在腾打师父上人的开示法里。那有时候我一打就是一整天，那这样子在这段日子这样子不断的做这些法理，腾打师父上法理的时候，这样时间一下来，我发现啊，我在当中又对师父上的法理又更近了一层，感觉又更听得懂师父上开示的法了。原来这就是师父上所说的要不断去熏修。那师父上人呢也非常的慈悲，给我很多机会跟接触，那只要有机会可以接触师父上人，我都会马上把我服饰店的铁门拉下来，然后我就会跑到高雄见师父上人，也会跟客人说你改天再来好不好，明天再来，明天再来买衣服，我先学法好了，学法比较重要，衣服改天再卖也不迟。那心里又想着，哦，又可以见到师父上人了，好开心。就这样一直到2017年拜师，我是2017年拜师。那拜师的前夕呢，我出了一场大车祸，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救护车。那奇怪的是，那一条路我每天上下班骑来骑去好几年了，就那一天啊，就跟一辆摩托车对撞。那还好呢，当时那一撞没有把我的左脚给撞断，可是呢，我拄着我阿嬷的拐子一个月，那我上下楼梯都是用屁股撸上撸下的。那拜师的当天呢，我还是掰卡的，我还是跛着脚这样子。那这也就是我没有福报，加上也有不同维次空间的障碍，因为我要入室拜入师父上人法脉下学习了，他们看不惯，凭什么我就可以入室？凭什么我就可以入室？他们都还没讨到债，我也没有付出什么，我就可以这样得了大便宜。所以他们就给你一个大大的教训，给我一个大大的教训，对不起。这样的比喻就像是我们人世间啊，互相讨债欠债，那结果债主来了要跟你要债了，可是他看你每天吃香喝辣的，还开宾士车，该还的都没有还，所以他心生不满，就来找你的麻烦，不让你好过。那这也都是师父上人的照护，也都是因为师父上人才让我伤得那么轻，不然那一撞可能连我这个生命都没有了。对，那接下来呢，入世之后，接下来是2017年的7月，那家中供奉的主神陈奶娘娘降机下来，要我们择日慎重的把师父上人画的七佛佛卡安坐在我们家中主神座位的最上方。这七佛佛卡是复制画，还不是师父上人的真迹哦。那会有这一段也是有一个前缘的，一开始会有七佛佛卡是因为在2013年当时因为有机缘祈请了师父上人到我们家的宫庙，那我阿公呢很欢喜，也有感受到师父上人的殊胜能量，那加上阿公那段期间看到我都会很开心的跟我说阿弥陀佛，之后呢我有机缘跟师父上人以及波雅老师提起了阿公的转变，那波雅老师就说要帮阿公种佛种子，看能不能有阿弥陀佛的印象给阿公每天这样子看，阿弥陀佛的佛卡给阿公每天这样看。之后呢我就请了一组七佛佛卡，七佛佛尊回家。
那阿公看到七佛佛卡就说，哦，这是天外天的哦，你们不能乱放，就是这样跟我们讲，你们不能乱放这样子。好，那之后呢，我就请我爸爸裱框，那跟家人讨论之后呢，就把七佛佛卡安坐在我们宫中的龙边，龙边的侧面墙上。我们以为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我们人很不如法，也没有礼貌。后来家中主神陈奶娘娘又降机说，把七佛佛卡安坐在宫中侧面墙上龙边，这样是不对的。我们人想说龙边就是大位啊，应该就可以了，结果不是这样子的，才有刚刚分享的必须择日正式安坐七佛佛卡这一段。那接着陈奶娘娘又跟我们说，与七佛尊是三千年修来的缘，七佛尊像是一道曙光洒进如意宫中，有拨云见日的感觉，若不好好把握这时机因缘点，错过不再。原来家神也很想学习，那陈奶娘娘说这道光下来了，不要让他错过。因为师父上人不在天上，四禅师也跟我们说过，要我们要找师父上人还要透过人，必须要转一大圈，这是最困难的地方。可是因为神尊在这边，连他们都很渴望学习提升成长，可是却碰不到。陈奶娘娘还有说，弘盛师父上人是阿弥陀佛转世要来度化我们众生的，是上上天的上上人要来度化众生的阿弥陀佛，要修这里人的心，修心中有觉有耐心，梵音降落莲花台，心清净凡事自然开，妙音降临脑清净，机身灵动身自在。最后陈奶娘娘还降了一首偈，要我们写下来裱框放在我们宫中的墙壁上挂起来。那这首偈的内容是，二一世纪人性乱，佛陀再来人说法，七佛安坐如意宫，神人提升事圆满。家神也非常渴望学习师父上人的教法，若是人没有察觉到自己也必须成长，神就无缘接触到师父上人。随后太子也又降机跟我们说，重点在第二句，佛陀再来人说法，特别下来跟我们讲说，重点在第二句，抓重点，意思要我们人不要傲慢，人家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而且都是来帮助我们的。那世界上哪有人帮我们提升，又包红包给我们，还买礼物给我们大家的，还一直跟我们说法。所以连家神都非常的感动，都是我们人在分别又着相。那其实早在2013年师父上人第一次亲临我们家宫中，就有开始说到，师父上人开始说，总是人的世界比较刚强难化，这句话我一直都放在我的心中，果真真的都是人。那也因为这样让我醒思到自己对七佛佛卡的价值定义是这么的不尊敬以及轻忽，那连家神都这么尊敬，要我们人把七佛佛卡供奉在他们座位的最上方，我们人还以为龙边就是大位，这样子就好了，没想到这也是不恭敬不到位的。原来天神的礼数是比人还要更到位的，难怪家神，能怪人家当神，而且真的要学习礼。师父上人也说过，礼是当人的最低标准，如果没有礼的话，生命状态就会非常的不好。还有接触了师父上人后才知道，灵界是论辈不论岁，在一觉缘学习也有机缘看过好多天神下来向师父上顶礼，甚至学习礼敬。那在早期啊，也有看过很多同参，许多同参跟着师父上人到各个地方弘法。那有些机缘呢，是到大大小小间里面的庙宇应化的。那进到庙里面，神明见到师父上人都非常的欢喜与恭敬。不过大多数啊，跟随着师父上人的同参却是双手空空，没有去点香拜拜，以为跟着师父上人也这样子可以就好了。那毕竟天神是要对师父上人礼敬的，人没有去做到该有的礼貌，这也是一种没有礼的行为，也可能因为这样子的作为会引来不同被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看不惯而被处罚。所以这一点啊，让我更加的认知到礼的重要性，要学习天神的礼节要到位，师父上人的境界他们都是知道的，并不是像凡夫肉眼所看到的这样子，这样的傲慢无礼真的很不应该。那2017年入世之后呢，有一段也算是我的学法当中的转捩点，有让我在更清醒过来的一个机缘。
因为家里的宫庙，所以因为家里是宫庙，所以每一年呢都会去固定两个地方去进香拜拜，一个是在宜兰，一个是在高雄。那有时候呢还会跑了很多家不同的宫庙。那宜兰跟高雄这两个地方是固定一定要去的，每一年都要请着家神回去进香。那还有家里的大人小孩都一定要到，要去帮忙敲锣打鼓，要去帮忙搬花搬东西，那还要请很多神明啊进去庙里面安坐，那还要去随时顾我们家里的大人，随时到庙里面就会被降级的大人，所有都要帮他们顾着，因为他们只要一到大庙就马上会变得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然后就把他随身的包包眼镜包包就丢给你，那退驾之后呢他就说我的东西在哪里，这样子你还要顾着他。那而且啊，我们妈妈，我自己的妈妈，她家里五个兄弟姐妹呢都是那一种属于就是会被附体的体质，就是像我爸爸讲的这样，怎么你领导总崩哎会撩撩这样子，我没有我没有。那后来呢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从小到大都要跟着这样去进香，都要陪着家里的人这样。那可不要忘了，我是因为师父上人的照护才可以被保住的。那当时的状况呢也极度的非常不好，那全都是因为师父上的帮忙化解，才有空间可以继续学习，在法上去深入，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而不被抓鸡。可是呢我在入世的有一年，我还是跟着家里的人去进香了，而且当时还是有台北法堂的，而且我是入世弟子，可是我却选择不去法堂而去进香。那一次呢我去了就整个人非常的不舒服，一直很想吐，我一进到庙里面呢我就想离开，那到最后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就自己一个人跑到我们的游览车上面，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待着，等着我家里的人全部回来这样子。那一次我真的吓到完全不敢下车，这也是我自己犯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因为当时是师父上人把我担保下来的，我现在自己没有定见，又跟着跑回去进香，又去跑回去沾染，就像是人家讲的报教，那就是自己主动要去找人家的意识。重点当时还是有台北法堂，我却选择不去，那这就是自己学法的价值认知跟价值观没有确立清楚，那真的很不对。身为入世弟子，这样是相当的不如法的。那不同维次空间灵界，就像是师父上人所说的那样，是很复杂的，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我这次的状况就是像人家已经在等你很久了，那你自己现在送上门来，我不抓你太可惜了，等于我自己送上门来了，那师父上人还要出手把我救回来，救赎回来，人家也会说他自己要来的啊，是不是？那这样子真的对师父上人很不应该，所以才说我犯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那同时呢也在耗损师父上人的能量。那师父上人也开示说过，如果是易感体质就要善护自己，选择多去接触正能量，不去接触负能量的地方，这个缘很重要，这个缘就代表机会条件。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分辨去的庙，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分辨去的庙是好能量还是坏的能量，也不能保证每一间庙都是正神。加上我当时的状况又非常的糟糕不稳定，那应该是要抓紧时间在法上赶快精进学习才对，所以更不可以去往那一些地方跑。也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当时师父上有请波亚老师来提点我，那我自己内心也非常的难过跟痛苦，也很感谢师父上人当时的救度，想着如果有机会见到师父上人，我一定要好好的跟师父上人道歉，自己也默默的在心里说呢，绝对不会再有第二次的，我绝对不能再有这第二次发生的。那这件事情发生过后不久呢，就是有机缘要跟随师父上人到峨眉山海外学修之旅。那出发前的第一天，我们在小港机场等待上飞机的同时，我走到师父上人的身旁，跪着跟师父上人道歉，我眼泪真的一直啪啦啪啦的流，内心很懊悔，为什么我当时自己要这样子做，很难过，我真的哭到不行，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当时的状况。师父上人很慈悲的并没有责备我。那到最后一天峨眉山海外学修行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入世弟子大家相约要一起去见师父上人，要去互相交流这几天学修之旅的心得。那当时呢也因为师父上人的一句话，我整个被大大的敲了醒来，敲了过来。
那师父上人开始跟我说，我去了一趟进香回来，整个人的状况都掉到地下室了。人家是到地下室而已，我是在地下室的更下去那一层。这种状况状态要再回来啊，还要花很多的力气跟时间，同时也是在耗损师父上人的能量。掉到地下室呢，是在比喻我当时的状况非常的糟糕，那也不见得能回得去原来当初的那样子。这就如同师父上人所说的，要变好很难，要变坏很快。那我当下听到这样子的状况呢，我整个人都快瘫软了。我知道我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更不能让师父上人一直这样子耗损师父上人能量，一直在帮我，我却是这样子的回报对待。那一天过后，我就跟自己说，我不要再犯这样子同样的错了，绝对不要，因为太痛苦了。也因为家里真的是每年都要回去进香，就是没有办法变得例行公事，除非像是像这几年疫情的关系才暂停，不然是不可能不去的。那就因为这是例行性公事的事情，我一定每年都会遇到。那就在那一次之后呢，我就不再跟随家里的神明去进香了。那在这个当中呢，也让家里的长辈非常的不谅解，会觉得呢，我现在怎么不跟着一起去了？以前就可以去啊。那呢，也有一次的机缘啊，是因为教师姐，我请我们家的太子爷，就是跟我家里的人去录了一段短短的影片，要向师父上人祝贺教师姐快乐，感谢师父上人的教导之恩。那后来太子爷呢，也非常的开心的答应我们，要跟我们一起录影。结果当下呢，太子爷就降机下来，要跟着我们大家一起录影，这样结果当下就有几位家里的长辈就不要，他们就走到外面去，那就任由太子爷在那边呼叫他们这样子，那他们没有意愿一起录影。之后呢，太子爷就说没关系，他们不要录没关系，就我们这几个一起拍就好了。那拍完影片才短短的几分钟，我就感觉到太子爷就有点难过又有点生气的把他手上的香丢在桌子上，然后把他身上穿的肚兜脱下来就甩着就放着了，然后就随口就说，只是拍一个短片而已，你们也不要，怎么叫都叫不来。洪圣师就像是我们的老师一样在教我们，教师姐拍个影片你们也不要。随后太子爷又转头跟我说，我对你怎样就拍谁。讲完这句话之后，太子爷就退驾了。退驾之后呢，我爸爸就跑去骂了我家里那几位长辈，就说我爸爸就跑去骂他们，就说太子爷都开口请你们一起拍了，你们还是那种态度，一直站在那边随太子爷这样子叫，很没礼貌。随后呢，就变成大人发生的一些口角，就吵了起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当场就跪在神桌前一直磕头说，你们不要再吵了，对不起，都是我的不对。随后呢，我舅舅就把我拉起来，后来我就很难过，我就心里想说怎么会变成这样。当下我跟我爸爸还有我妈妈说，家里的长辈怎么会是这样子，这么好的一件事情要大家一起来积福，怎么会闹成这样。随后呢，家里的长辈又讲到进香，就问说为什么我不去进香。我就跟家里的长辈说，我说我不是不去，是我现阶段不适合去跑公庙，我现在也不适合，我的状况是非常的不好的，不稳定，我随时可能会被抓鸡抓走，我现阶段就是要跟着师父上人好好的学修，把自己的能量给长养起来，等我如果成长了，我再回来帮你们。我当时就捶胸顿足的，很大力的痛哭流涕的就跟我家人说，我会跟师父好好学，你们不要担心我。最后讲到最后，我就跟我妈妈说，如果你们要一直要求我去进香，那我就要退出我们家的公庙。结果换我妈妈掉眼泪就跟我说，你怎么可以退出？我说不是我要离开这边，是你们热闹我不跟着去，我可以在家里帮忙顾家，点香拜拜，发那个放鞭炮，这些我都可以。可是我说，如果我没有这样跟你们说清楚的话，你们会不了解为什么我不去进香。我说只有学法才可以让我们的家族全部大家都变好，一定要相信只有法可以救我们大家，更何况你也不想我变成跟你一样啊。那我当时会有这样的状况，也不是在跟我的家人搞分化或是闹脾气，我知道自己要有定见，要跟随师父上人学法，决定要跟师父上人学法，要有确立的价值观。我不是嘴巴说说的而已，我想要做给人家看，我要变好，我要给家人看。我不能再有这些不明确的态度。我跟家里的神明拜拜说，
也跟他们家里的，我也跟家里的神明拜拜，说明说为什么我不跟随去进香，因为这也是要做到的尊敬。也跟家里的神明说，我会跟着洪圣师父上人好好学习。那遇到的这些障难跟困难呢，我知道这也是在学法的路途上，每次想要前进的时候都会有阻碍，就像是我拜师也是出了一场大车祸，那这也是在考验我对法有没有确立。那这个影片事件过后呢，神奇的是我从此之后家人不再要求我再去进香了，那反而还更认同我好好的学法，也没有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就变得不好，反而让我对法更加的有信愿。那刚刚分享峨眉山学修之旅，又让我开启了另外一段学法的旅程，不一样的旅程。这一次的学修之旅，相信有参加的师兄师姐都知道是有多么的精彩跟不可思议。那但这都因为有师父上人的照护，让我更加坚定的相信要好好学法。我这趟学修之旅是哭着出门的，可是我是开心的回来，虽然在当中还是有一些惊吓，那不过这都是诸佛菩萨最好的安排与示现。这趟峨眉山学修之旅还有发生很多与当地不同维次空间众生的事情，因为内地有位同参跟九寨沟的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有一些纠葛，那所以发生了意外。当下是因为师父上人的照护与沟通调解，才可以保住这位受伤的同参平安度过这个难关。那到现在想到都还是觉得能平安回来到台湾真的是不可思议，不容易。因为这趟学修之旅回到台湾的第一天啊，我家里的家婶太子爷就降机下来说，你们这趟学修之旅哦，如果没有洪圣师，你们一台游览车的人可能都回不来了。太子爷还说，你不知道哦，人家都知道你们要来，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了，要抓你们人了。不过他们以为他们自己很厉害，结果想不到来的这位才是真的厉害。太子爷指的真正厉害是我们的师父上人。那太子爷在当中也再次的提点我要好好的跟随师父上人好好的学修。那太子爷就说，21世纪了，大家如果再不赶紧这样，他当时的状况是摆这样双手合十，太子爷就说，21世纪了，大家如果再不赶紧这样，真的会后悔莫及了。那当下我听到就眼泪就流了下来。那这一趟学修之旅也让我更加的感受到不同维次空间众生的存在感，更加的能体感受到，那以及师父上人不为自己，念念都是为众生的心念。那到现在我依然相信这些事情的发生啊，都是诸佛菩萨无尽慈悲的安排，因为刚好我都有机缘跟上，那也都是跟灵界有关系的，这都是要让我在法上更加的精进，更加的有信愿。那接下来呢，是2018年的8月8号有机缘再次的祈请到师父上人亲临如意宫。那这天是父亲节，忙碌的师父上人却放下手边的事物，应允了我们的祈请。那当天呢，是主神陈乃娘娘降机下来，欢喜的恭迎师父上人的到来。陈乃娘娘感谢师父上人的教导，同时师父上人也开示祈勉，赐予一句法偈。那师父上人开始三人同心起立断经，开始说，我们大家就是一种对昌生的感念，也期许我们在每一个自我的本位立场上立足，在一切自古以来圣贤的地基，慢慢去茁壮我们未来以应众生的一切因缘，让这些众生能够顺着我们努力次修自行的一种心愿当中，而能够随顺顺着这一股流往上提升，也需要你们多费心慢慢调化，明知道我们这一些难化的众生，希望多一点耐性耐心，总是可怜悯者，在这个阎浮提当中没有一种愿力的话，真的是很容易就被消逆掉，希望大家努力共成十方事，大家都要齐力断经同一心。随后陈乃娘娘当场顶礼跪拜师父上人，师父上人在当中勉励陈乃娘娘以及我的母亲还有我能够同心同愿同一心，在精进同一心，在法上精进，神与人才能真正的提升又圆满。那随后我也向师父上人顶礼，
很感谢师父上人的帮忙，师父上人开示勉励我多加努力，志求圣贤之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自行化他的真理里面自觉觉他，只要有这一个信心去成就无上道，我们心心念念的家人本来就会等量提升，不要去做太多的无谓的担忧。而后师父上人也跟我说，可以选一本自己与相应的善书去学习，有机缘深入也可以学习学讲，如果我有意愿的话再说。这一会对我来说好重要，也即将开启了我学法的另外一个阶段。这也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看到神明跟人下跪顶礼。我长那么大在我家宫庙体系这样完全没有看过，这是第一次。那谢谢家神陈奶娘娘的示现，让我更加对师父上人的法更加的有信愿。之后我选了太上感应篇深入学习。其实我还没来到一觉缘的之前呢、啊，我还没来到一觉缘的那个阶段，我连弟子规还有这些圣贤理路都是非常陌生的，都没有听过也没有接触过。那这一路真的是师父上人的铺陈跟引导，我才有机会能够一步一步的去进到佛法里面。那在进入学讲太上感应篇的这段期间呢，从一开始师父上人教我的方法去做，一个字一个字去念，去查注解，那再到每个课文每段的课文去查注解字义与读熟。那以前我在学校成绩也不好，那也不爱读书，所以这一段过程呢，我花了好多时间才把太上感应篇给全部背了起来。那一开始我每天用手抄的方式去把它背起来写课文，晚上睡不着觉也在写课文，慢慢的就去把它读熟一个字一个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不断的去请益师父上人如何去做到，哪里需要调整，哪里需要是修正的，这些方方面面的。但这些备课的过程当中，对我来讲真的是有别于以往我在读书的那个时期的感觉。以前读书呢，只要背熟课文就好了，就应付那个考试就过了这样子，之后全过了之后全部忘光光，就还给老师了，重点也用不上，那跟生活也是切分开来的。那备课当中呢，师父上人教我了解字义读熟，重点要训练做到，不是只会念而已，要不断的去修正自己才能真正有力道。而且站讲台不是讲给别人听，是讲给自己听，也要去在当中不断的去修正自己才会有那个力道。那而且站讲台不是哦，这个刚讲过，对不起，站讲台不是讲给别人听，就是不断的讲给自己，训练讲给自己听。那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浪费了将近三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我自己又在障碍我自己了，太可怕了。在这当中呢，我又退缩了，我就想着呢，我自己不敢站讲台，我可以吗？我真的可以吗？我会怕我讲的不好，我一大堆这个好奇怪的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又出来了，一大堆自己的妄想不断在延伸。那直到2019年的12月16日这一天呢，这一天的晚上，手机传来波雅老师 LINE 的简讯，内容是阿琴，师父关心你太上感应篇准备的如何。我看到师父上主动关心的讯息，我马上回讯息给波雅老师说，抱歉，学生不应该让师父还来关心这种事情，我觉得很不应该，在学法上却是被动的，还要师父上主动关心我，身为学生这样子有问题却迟迟没有去请教，要学的是我不应该让师父上人这样子的。所以呢，我接到了讯息之后，我头晕了一整天。天哪，这个时候又想到了师父上人所说的易感体质真的是大好大坏，因为我们头上都有天线，对，所以不能做坏事，那个念头一不对就来了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想的太多，我自己想的太多就是一个障碍，那也会被自己的恶习气给打败。那千万不要这样子太久，我讲给我自己听，因为有些机会真的错过就没有了，尤其是在学法上面，所以要不断的去接触师父上人的引导。那在2020年的9月呢，我正式站上了讲台学讲太上感应篇。但在这之前呢，一个一个考验又接踵迎面而来了。我外婆在2020年的年初的时候，因为长了痔疮，那去了医院动小手术，医院呢当时开的药是含有凝血剂成分的药，
那回来的时候，因为都是阿公在照顾外婆，阿公年纪大了，眼睛也不好，也不识字，那就把药呢给双倍的给外婆吃。那这真的都这个就像是师父上所说的冤亲债主，亲人的关系。那外婆呢也因为这样子而导致心脏不舒服，用药过度过量了。那最后去了大医院。那在这之前呢，家里的长辈有问外婆要去大医院开刀吗？外婆当时是不舒服啊，无法开口说话。那当时也摇头的跟家人说不要。那最后我家里的长辈啊，就是外婆生的这五位兄弟姐妹啊，就是也一起讨论后，就把外婆送到了高雄的大医院进行大手术。当时一开始是装心脏的支架，装了好几支，搞到最后变成洗肾，又变成呢是装心脏叶克膜。那这样前后的开刀啊，外婆在医院不到两个礼拜就走了。医院什么都给你来，割啊切啊，能干嘛的什么都给你来。最后没有救了，就打电话说可以办出院手术了，两个礼拜而已。那一开始外婆进医院是意识清楚的进去，可是回来的时候却是一具冰冷的遗体。那为什么我会分享这一段呢？因为当时我有跟家人、家长、长辈去制止说，进大医院只会把外婆的病啊搞得越来越惨，越来越严重，也要尊重外婆所说的话。她是摇头说不要开刀的，那我也不建议送医院。我就这样子跟我家里的长辈讲，也希望家里的长辈可以再考虑一下，不要。后来啊，因为我是家里辈分最小的关系，那上面有非常多的长辈，所以大家决定之后呢，就把外婆送进去大医院治疗了。外婆在医院的这当中，三天两头我就去医院看外婆。我看到外婆已经八十几岁的老人家了，她全身被插满了仪器，那她肯定很难受。那个画面我真的到现在都还记得，真的很难过，也觉得家里的长辈怎么可以这么的自私去做这个决定，也非常的无奈。那有机缘呢，也跟师父上人提起了外婆的事情。我当时很难过，哭着跟师父上人说，为什么要做对的事情这么的难？为什么讲对的事情也这么的难？因为外婆的走也让我的打击非常大，而慈悲的师父上人在当中也鼓励着我，录了一段语音给我，我也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师父上人开始跟我说，你们家人都不愿意，那你自己就要去对你的生命做一个抉择，你就愿不愿意？当然我讲这个你可能会觉得纳闷，我怎么会不愿意呢？那愿意是有没有发愤图强去落实，而不是嘴巴在那边讲愿意，有计划先按部就班，一个一个法的目标去达成，然后回向，会真的有意义。很多古师大德双亲走的也都不好，可是为什么他在修行的过程里面，修行到哪里，他的双亲就在另外一个境界提升到哪里？那个就是他每一个发愿的功德力。比方说什么功德力，有的发愿讲经，有的发愿去做多少善事，有的发愿盖庙什么的，有的发愿印经，都把那个功德回向给那个亲人，他在另外一个境界就一直在提升，这是很真实的，所以一定要往这边去努力，节哀啊，精进于法上。随后波雅老师也跟我说，师父一开始说，我们人走不走，这个肉体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那个灵魂才是重点，灵魂是不灭的，要赶紧修持，让这个灵性提升才是最重要的，加油小琴。外婆的走也因为有师父上人的引导，我才能很快的从悲伤中又走了，坚强走了出来。师父上人要我精进于法上，把那个悲伤的力量化为力量，这样外婆的走才有意义。一直难过这都是没有用的。当时接到师父上人的这段话真的很感动，师父上人跟我说的每一段话我都很珍惜，也因为有这些法，如果没有这些法，我真的没有办法走到现在。我真的觉得人生太多的苦了。阿嬷那时候过世，在家里灵堂拜拜的时候，我也都跟阿嬷说，阿嬷是我对不起你，我会跟弘胜师父好好学习，你也要念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考验呢，是不同维次空间的障碍再度的指导我的痛处。这段要进入学讲期间的那种要被抓走的那种感觉啊，特别的强烈。真的就在我想要前进的时候，每次在这想要前进的时候，那种感觉又跑回来了，又来了，好像就是要来考考你是不是真的。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自己形容的那一段真的是最浓厚的，那一年真的是什么最浓厚的感觉都迎面而来这样子。那我在要进入学奖前，学奖太上感应篇前，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我不敢一个人独处，我很容易就感觉我心脏跳很快，感觉有灵性上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也不敢跟别人讲我的状况，就连我自己的家人，我旁边我的先生，我都不敢讲，也没有人会懂我，我连我自己都不懂我自己了，只有师父上人知道我的情况。那时候有一度痛苦到想甚至跳海死一死算了，可是每当有这个不好的念头出来，我就会想到师父上人，这个念头就会不见，甚至也很想搬离开自己的家乡，想搬到高雄。后来我想想，师父上人不是这样教我的，我这就是在逃避，搬到哪里都一样有公庙啊，如果不真的去修行，到哪里都会是一样的，一样有不好受的灵性状态。当时的状况情形，什么奇怪的感受，恐惧害怕的感觉都有。那有一次呢，我在请益师父上人的时候，也跟师父上人请教说，师父，我站讲台我会紧张怕怕的。师父上人开始跟我说，看你要怕站讲台，还是要怕你原来的被抓鸡。这一句短短的话，整个完完全全敲醒了还在怕的我，心里想着再笨也要听师父上人的话，苏小琴，你不能再怕了，没用的。那这期间呢，当中跟师父上人的情谊一来一往当中呢，也都是离不开这灵性上恐惧害怕的问题。每每师父上人都很慈悲的用法在引导我，而不是像外面求保佑的那样子，也不是教我要花很多钱去烧香买金子拜拜。那师父上人教我的方法就是不断去熏修置入这些所学的，你去把你所知道的去一条一条的去做到，一条一条去修正自己的错误的观念思想行为，去好好深入所学的那一颗，这才是最真切又一劳永逸的，而不是外面去外求。师父上人在一次的请益当中也告诉我，你只要再继续想一个被抓鸡，就又会再延伸另外一个抓鸡在等你，你每天都在想这个被抓鸡，那你就永远逃不了这些被抓鸡的命数，生生世世，太可怕了，这叫依妄言妄，了不可得，就看你什么时候去深入法，就开始转变了。师父上人也比喻这个跷跷板，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石头，比喻就像我原本自己累积的错误这么大了，那你不要理它，你只管去丢小石头，那个小石头就是正确的，你要前提是正确，不断去做，不断去做，时间一拉长，它总有一天会翘过来的。不过只要你没有不断去做正确的，那一颗大的石头会一直都在，而且还会越来越大，越滚越大，最后可能会回过头来压死你自己。我听到，天哪，那真的太可怕了，都是自己的妄想，都是自己这么多的妄想在那边想说要被抓鸡，要被抓鸡，都是这一些奇奇怪怪的，我真的不敢想了。所以呢，要不断的去接触师父上人这位名师，才能知道自己的问题点到底出在哪里，才有机会把自己身上这些问题点，这么顽固生生世世的这些错误的顽固的刺给拔除掉。那在要进入学奖前，那些很不好的感受真的是无时无刻存在的，我是没有看到什么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可是那一股恐惧害怕的感觉它就是存在分分秒秒的。那我们东港除了黑尾鱼以外，就是宫庙最多，大大小小间的宫庙。还记得有一次我们三年一次东港的迎王大绕境，要迎王船这样子，那要绕境东港七周，等于是24小时的，重点我们家的宫庙也有一起去绕境。那当时呢，时间还没到，我心里就非常忐忑了，人家的时间刚出来，我就在那边想了，还有好几个月哦，甚至半年，我就没来啊，没来啊，我就每天在那边没来啊，这样子就很像有病一样，我就很怕很怕，种种的担心跟害怕分秒都在，害怕看到热闹的队伍在马路上，我只要骑车远远看到热闹的队伍，我就马上绕路，这真的是有病的人生，很痛苦的。还有那些敲锣打鼓的声音，我听到我就很想死，很想要马上死掉的感觉，那是一股让我不好受的能量一直存在。害怕归害怕，时间到了，考验终究又来了。那就在有一天热闹要经过我店的门口这么近的距离，来了来了，终于来了，热闹还没到，我的耳朵已经听到远方的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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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我的心跳也一直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感觉要从这边跑出来这样。可是终究还是来了，我心里想逃不了的，面对吧，我要把所学师父上教我的四摄法给用上，不失爱与力行同事，我要给用上。我开始去找我店里面可以吃的饼干、食物跟水，我就想说，等一下热闹如果来的时候，我把这些东西拿出去布施，要发给大家吃。我要去布施，要广结善缘，这样师父是这样教我的，我不要怕了。这样，那师父上就说过，你越怕就会越遇到。果真，这真的就是佛菩萨对我的眷顾。热闹队伍总共有200多顶，第一顶呢，第一号神轿到我店里这边就停在我正中央。我听到他们说中午了，要休息喽，吃饭就停在这里这样子。我当下已经心脏跳到已经。我那个时候已经感觉快死了，我一直看着师父上的法相呢，然后一直手一直抖的，然后我就准备好了，我就拿着那个饼干跟食物跟水，我就出去，我就送给那些台教的人员说送给你们大家吃这样子。结果呢，他们大家好开心哦，意外的跟我想的不一样哎，然后还因为这样子跟了好多客人上门跟我买衣服。之后呢，他们休息要离开的时候，全部台教的人就说，来来来，我们把轿子抬起来啦，给他让他店里更生意兴隆这样子，就说就像是人家在那说进喽进喽这样。我听到这样说啊，不用不用了，这样子就好了，谢谢你们这样子。我就说不用紧啦、啊、然后呢，这可能是他们的神要他们这样子做的也说不定。因为我的店里啊，当时外面拜拜，我们都要有拜拜地音华这样子，我就把师父上的圆和妙音供奉在那边播得很大声，我想说要给大家听，要布施给大家听这样子。要给神明听，那肯定是因为他们的神明有听到师父上人的圆和妙音，才要在这边停下来的，对，才有这个机缘，有这个举动，也刚好让我可以去做这个布施的机会。后来呢，这第一顶轿子抬起来啊，要离开前，我上前去看了，里面是一尊可爱的虎爷，笑眯眯的一尊虎爷。那当下我害怕的恐惧感跟那个不安的感受啊，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甚至还很开心的等着后面的热闹队伍迎面而来。可是呢，这如果是以前的我，我肯定铁门早就拉下来了，拉下来就绕跑，我就躲在家里都不敢面对，真的很痛苦，这根本就是不像是一个正常的人。那师父上人也跟我们开示说过，只要有一个怕，这个极乐世界就去不了，就跟我们无缘了。所以我不想要再怕了，真的太可怕，极乐世界就跟我没有缘了，我不要，我要去那边。那说到这个铁门拉下来啊，还有一次是别的县市要来热闹，来我们东港热闹，我们东港就很多宫庙好像每天都在热闹。我知道之后就开始非常忐忑，又来了，一直带着那个害怕的心等着那一天的到来。后来那一天早上呢，我就在自己家里附近吃早餐，吃到一半呢，我就那种感觉又随时要被抓走又来了。我在吃早餐呢，我就怎么又感觉又很怕了，我就马上跑回去我家里的佛堂上面，我就在那边拜拜，我就念佛念了一下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开始痛哭流涕，那个鼻涕整片的哦，然后我就开始就一直哭一直哭，我没有想哭的感觉，很奇怪哦，可是眼泪就流不住，就一直这样哭。我想这也是佛菩萨的能量在帮我洗刷。之后呢，我就打了电话给波雅老师，我就跟老师说，老师，因为这边有热闹，我很怕，我不敢去开店。老师就跟在电话里面跟我说，阿琴，你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啊，没关系啦，说不定人家呢是要来热闹跟你打招呼啊。我说我不要跟他们打招呼，我才不要。后来挂完电话，波老师就鼓励我，就说你该怎么样就去怎么样，不要怕。后来挂完电话呢，也鼓起勇气的去开店了，不过我心里还是带着害怕恐惧的感受，也是想逃避的心去开店了。那种灵性上有障碍的问题真的是很痛苦的。我学讲前戏的这一些日子遇到这些问题呢，也真的是让我非常的难忘这些的种种。那这些痛苦的感受就在我学讲感应篇没有多久呢，竟然渐渐的不见了，也印证了师父上人跟我说的那样，只要不断去深入法，不断去运作，不断的去修正自己，随着时间它就会慢慢变好，也会不见，把业力转成愿力。师父上人的铺陈真的好厉害，还好我当时没有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那太上感应篇里面呢，也教着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切的恶行不要去做。也因为有机缘深入学讲，发现到课文里面所讲的因果以及种种的诸恶，都是我自己曾经有做过的。就像是祸福无门，为人制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我回想我自己以前的种种，
哎呦，难怪年纪轻轻的生命状态就这么的不好，那这么的痛苦，这么的不好受，难怪年纪轻轻的就要被抓鸡，福报早就已经消光光了。那也因为自己做了太多不对的事情，也种下种种的恶因，因果报应随时都在，那肯定就是自己要去承受的。难怪师父上人有这样子的铺陈呢，有这个机会让我去学讲，去明白，去相信因果，在这个当中不断的去修正自己的错误，不断去明白，不断去做到。也感谢师父上人让我能有补救的机会。师父上人知道我福报不够，师父上人要我去学讲，累积好福报，又能增长好能量，而且每次学讲完都会感受到身心非常的轻松与快乐，跟以前真的差好多。而且每次跟师父上人亲近的学习，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每次的接触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从来没有听过的法，都是不一样的。师父上人身上好像有挖不完的宝一样，法好多的法。那就像在前几个月啊，有一个机缘呢，与师父上人用餐的时候，那天刚好是农历的十五，我吃素。那我也跟师父上人说，师父，我初一十五都跟家里的人吃素，所以呢，我也从小就跟着吃。师父上人就跟我说，佛家有一个叫六斋日。师父上人就说，我可以，我就跟师父说，我没有听过耶，师父。师父就说，你有机会可以去了解查看看这个佛家所讲的六斋日是什么意思。那这一会结束之后呢，我就去查了六斋日这一个是到底是什么意思，想了解一下。那六斋日呢，就是在告诉我们每一个月的农历的初八、十四、十五、二三、二九跟三十这六天会有恶鬼神害人，所以故需斋戒。相反的，这六日是四王天王、四王天天神下降去鉴察人间的善恶，故需斋戒。所以要训练在这几天当中去持戒，不发脾气，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就是身体也不涂抹任何有香味的东西都不行，然后过午不食，就是去训练自己在当中放掉这一些贪嗔痴不该有的这些东西，种种的这些事情都要去守戒律不去做。哇，我看到这个我好开心，我也能感受到师父上人非常慈悲的给我这个加分题。不过一开始要做到也是困难重重的，因为自己的坏习性太深厚了，一时要改掉真的很难。那就在我有一天六斋日早上呢，我已经信心满满的准备好要持斋戒的时候，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又再度出现要来障碍我了。这次出现的是活着的冤亲债主，这考验更大了。我一早就开心的下楼，在我们家下楼准备要出门上班，我就到了厨房，看到我先生他就在煮那个水煮蛋。那时候天气有点微凉，好像是春天吧，有点微凉，我就拿起了一颗刚煮熟的水煮蛋往他的脸上一碰，我想说呢可以让他温暖一点，结果他就可能被我吓到还是烫到，就脸色马上就不高兴，骂了我几句。这样我也不甘示弱的，我就跟他吵了起来。那因为这样不高兴跟他起了口角，我心里想说，我都准备好第一天了就破功了，真是气死我了，还有情绪，我自己有情绪啊。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呢，而后呢，我有机缘的去请教了师父上人关于这六斋日我遇到的这些问题种种。师父上人在当中开始跟我说，冤业跟考验是一线之隔，因为蛋是我先生煮的，如果我跟他没有冤业，他就不会去煮，那如果不是他煮的，我也不会去烫他，这样就会没事了，真的是冤业跟考验。师父上人还开始说，想要做变好的事情就会有障碍出现，这就是缘，冤亲债主我们很难理解。师父上人在当中比喻，就像阿嬷很疼爱自己的孙子，结果临终的时候放不下，全家族就是这个孙子最敬爱阿嬷，阿嬷最疼爱孙子，所以以至于阿嬷临终时走不开。那这些的好，某个层次的背后就是冤业关系呢，就像是冤亲债主一样，就像是我先生煮水煮蛋要给我吃，那一股能量就是必须对我好才能让我有机会破戒。所以冤亲债主跟考验是一线之隔，冤亲债主跟锻炼我们提升也是同时一个，所以佛菩萨就是后者这一个。师父上人开始说，佛菩萨来到这个人世间，遇到全部都是他过去生的冤亲债主，可是佛菩萨却可以去度这些他过去生的冤亲债主，我却是自己跟自己的冤亲债主吵了起来，又继续结怨。师父上人开始说，
离开生活去哪里修行，这就是修行。就算是夫妻，修行也是各自的事，不然到最后就会冤冤相报。这有冤业，有考验的部分，因缘果还过头了也不知道，逃过头了也不知道。就像是我刚刚分享了我阿公跟我外婆的那一件事情一样，最后还不是不圆满又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所以平日要练功，不然境界来了全部都变成空。虽然是一个事情的发生，不过没有师父上人的开示，绝对没有办法理解，我绝对没有办法去理解这背后因缘果是这么的重要。还有今年年初，我妈妈也因为突然间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无法下床，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今年的年初过完年，过年的那段时间，家里的神明降机下来说，你妈妈的寿命到了。全家人当时真的是不晓得怎么办。神明说啊，我家里的家神说要上去找玉皇大帝，因为我们家是领御赐，最高神职是玉皇大帝。家神就说要上去找玉皇大帝求救，那需要一段时间，前后大约是两个礼拜左右，等于14天。后来我看我妈妈的状况真的是一天比一天都还严重，眼看还要等个两个礼拜才能有消息，我看她整个人一口气都上不来了。之后我妈妈自己就开口跟我说，能不能请求师父上人出手帮忙。当天晚上我请博雅老师帮我转达给师父上人，也请求了师父上人帮忙。师父上人很慈悲的应允，也在当下就帮妈妈调节了。那师父上人在当下就与玉皇上帝沟通，师父上人这个请客当下跟的时间啊，跟我家里的家神的时间讲的那个时间也差太多了。一个是请客当下，一个要两个礼拜的时间，一个是马上，一个要等到两个礼拜。原来神明也是有时间空间的限制跟障碍的。也因为师父上人的出手救赎，我妈妈当天晚上就好转许多了。后来呢，也祈请了师父上人帮妈妈做因运疗法，妈妈才能从鬼门关前走了回来。师父上人在当中开示，也引导我妈妈能每天去念佛号，要不间断，加上读诵十善业道经，把所接下来这些时间啊，可以好好的运用在法上，这样才能真正的改变问题，改善问题，不然阶段性都是靠他力的去加持，这也是一时的，没有办法，是不会好转的。那这也让我感受到人生的无常，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还有很多的时间啊，明天再说，明天再做，谁也不能保证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还是要赶紧抓紧时间，分秒在法上去学习精进。那这些我遇到的所有的问题种种，如果没有名师的引导，没有师父上人的引导，绝对没有办法去明白理解清楚的，没有明白肯定做不到。方向真的很重要，能遇见名师更是重要，真的很感谢师父上人。从一开始的要被抓鸡到现在的学讲，感谢师父上人不断在每一个阶段的引导教导我，让我变好也不再痛苦，真的很感谢师父上人。如果没有师父上人教我这些方法，我今天不会坐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些学法的过程与种种。这也再一次证明了师父上人所说的法都是真真实实可以，我们可以印证到，可以去改变的。而这些所有的障碍也都是自己所产生的，所造成的。感谢师父上人给我能量，给我勇气，给我方向。当时我如果迟迟的不踏出自己的第一步也是没有用的，佛菩萨都出现在面前了，再怎么好的法来到自己身上也都是可惜的。所以在师父上人这里修行有别于外面，师父上人教育我们，我们自己可以有对的方式去做到，真的就能去改变，也不是教我们往外去求。像是我们家的宫庙，我就看到很多人来求神问卜，自己却不会想要去改变自己原本的不对错误的观念思想行为，只想要求神明帮我画一画，帮我贴贴了就好了，我就还是回到家里，还是一样过着我原本该有的日子，还是一样这样来求，一样回去又不改变，这样日复一日的，没有改掉这些不对的，永远不可能会变好。就像是改个性一样，只想要外求，自己不努力是不可能变好的。那都是一时靠他力的帮忙加持，加上这样子求来求去也是非常危险的。师父上人有跟我们说过，现在灵界不是我们能去想象的，是非常复杂的，这样求来求去
他现在去满你的愿，让你求到了，改天换他需要你的时候，就不是我们能想象的那样子。也就像是现在很多的灵媒神明代言，或许是因为这样子的机缘去促成，求来求去，欠来欠去。因为神还是在六道轮回，不像是佛菩萨是无条件的在帮助众生的，神还没超越，他们还是有他们的问题。只有佛菩萨是最圆满最有智慧的，最有智慧才能去真正解决问题。佛菩萨是过来人，示现教导教育，让我们也可以跟他们一样无二无别。所以要学习就要学习佛菩萨是最靠谱的。最后感谢师父上人的教导，感谢师父上人的慈悲教导，让我明白这些珍贵的佛种子，也不再让我接下这生生世世宿命的传承的代言的宿命。也很感谢我们家的家神陈乃娘娘还有太子爷的示现，也谢谢在场的老师师兄师姐大家。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谢谢，掌声。谢谢。再次谢谢我们归顺老师精彩的分享。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恭请弘盛师父上人为我们开示。师父好。大家好，请坐。我说这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那这个世间呢，祖师为我们开解，并不止的仅仅是我们的人间。他所指的是过去、现在、未来三际里面一切空间维持的存在。这是我们对世间的概念。那如果你的生命思维没有扩展到这样的宽广，那么你对这个人世间所接触到的一点点的障碍，你都很难去涵容。意思说你很难去接纳它。宽容啊，顺承啊，都很难。那么你在人世间对于这些障碍无法去顺承，你必然生命状态就会一直往下坠落。因为原来的解决不了，你又带着原来解决不了的习气去面对它，那当然它是叠加往下沉沦的。所以为什么要叫我们学习？可是偏偏自信觉缘体随照往千流，不入祖师室茫然去两头。意思就是说，我们众生虽然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可是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嘛。那我们这个妄想执着如何而能够去卸除它要关乎到我们的理解。那我们既然生生世世基于这个无明的基因在运转，我们又如何能够去理解呢？所以这一个祖师也是常常提醒着我们，刚刚我讲的那个不入祖师室茫然去两头意思是说你没有去接触到所谓更明白的提息，我们还是茫然两头。两头指的是对应，也就是说我们的世间存在的这个对法我们内有分别嘛外在就有这个对法的因应。那这个对法是依我们的意识而成也就是说从妄想里面的执着分别基因先展现出来的一个生命看待我们之所以生命会苦恼会烦恼会忧虑会牵挂，也通通是基于这一个执着分别妄想。那佛陀当年也告诉我们即便我们是依着妄想执着而建构这一些，可是他也告诉我们，那我们只要把它放下不就得了吗放下妄想执着，他说但以妄想执着而不可证得嘛一切如来的智慧德相若远离妄想执着，则一切智自然智无是智自然证得。
这个自然智、一切智、无私智，就是我们的自信觉缘体。哦，自信清净圆明，哦，丝毫不染杂。哦，这个东西跟修没有关系。我们所能修的是我们的习气，但是你的开悟是跟什么有关系？你的明白。哦，也就是说，我们要努力的修，修到我开悟，这一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妄想。哦，那你怎么开悟？就你明白就开悟了嘛，对不对？哦，所以哦，在佛家哦有非常深度的慈悲，因为他知道我们众生的习气深厚。哦，这个很多叫不以为然的习气嘛，对不对？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哈、哦、本来就是很美好，啊，你们相信吗？那就师父讲的，不相信也不行，对不对？哦，你看都建构一大堆这种无奈，你看又叠加无奈了哦。哦，你这时候本身又是一个障碍了哦。为什么？本来是不是没问这个啊？你好好的嘛。哦，啊，没事干嘛问？问了让我挣扎、啊。哦，说是也不是，说不是也不是啊。哦，啊，到底是还是不是啊？哦，所以就产生一首歌，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听过《故事里的事》？说是也是，说不是也不是，对不对？哦。这个是宰相刘罗锅的那个主题曲啦。诶，颇有深意啊，对不对？他告诉你故事里的事，说是也是，说不是也是啊，对不对？那请问你们在这个人世间为什么一大堆不是呢？对不对？哦，你们不就因为你的不是哦，认知一切的不是，所以产生你的烦恼忧虑牵挂吗？哦，他告诉你故事里的事，那请问你们现在是不是在故事里嘛？故事就是一场戏嘛，对不对？哦，那这时候又来了，人生就像一场戏。对，以前我们常常去吃面呐、啊，吃卤肉饭呐、啊，对不对？哦，就看到那个面摊上面有挂着一个什么劝世文呐、啊，哦，莫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对不对？好、哦，那你看了就莫生气嘛，对不对？啊，为什么莫生气？因为像一场戏嘛，戏就是故事嘛，故事里的事，说是也是，说不是也是，所以通通是。哦、你看人家一个歌词都能够、哦、表征金刚经的精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对不对、哦、所以告诉我们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个也就是我们一切美好的智慧德相嘛。刚刚讲的一切智，自然智、无私智本来就是、哦、所以这个绝学无为贤道人、哦、不除妄想不求真，你看连妄想他也不除，那我们众生呢是哦，妄想不除，对不对？哦，妄想不除，哦，那拼命求真，对不对？哦，于焉在这个拼命求真当中，哦，去什么？去建构哦更多的妄想，然后建构出来的还是不除，对不对？哦啊，要有一个求真，再来一个不除，哦，那就很可怕，哦，那这时候的概念，你说，哎，你不是说绝学无为贤道人不除妄想吗？对不对？哦，你要把两段加起来才是完整的，不除妄想不求真，哦，不是只是不除妄想，对不对？那你求真那本身就是妄想，那你要求真不就是要除妄想吗？对不对？哦，所以在我们学习的状况底下都不能用对法的概念哦去认知你的生命一切的形态，一定要离，对不对？哦，离垢嘛，对不对？哦，你看，诶，有人怎么会笑呢？哦，你知道一只狗叫离垢吗？对不对？你看，那就是你们都认识它吗？对不对？你要看到狗，你就知道要离垢，对不对？哦，你看人家狗都知道离垢，我们还不懂得离垢。所以离呢，也就是你们常挂在嘴边的不执着，对不对？哦，那这是一个基础。哦，所以我们常常学习的人都在派功课给肉体做，然后都不派功课给心做，对不对？哦，当时好像百丈跟怀让的那个因缘，对不对？哦，百丈禅师不是很勤吗？哦，很勤的打坐啊，对不对？打坐打坐，嗯，然后一天到晚都在打坐，哦，一天到晚都在他们所谓的要入定，对不对？要入定，啊，入定是为了什么呢？要开会，要成佛嘛，对不对？哦，这逻辑是没有错的。然后有一天怀让禅师就看到百丈禅师这么努力精勤，哦，来来去去，然后就看着他。哦，他说：“哎呦，这个人这样子这么精勤，可是好像有点不敏，对不对？不敏。哦，你看，精勤叫做修，对不对？不敏叫做未开悟。哦，那你是不是这样子一直精勤下去就会开悟？
哦，就不染啊。如果是染的话，那华阳禅师就不必为这件事情费心了嘛。哦，所以他有一天就在他正在打坐的时候，在旁边磨瓦片，对不对？啪唰唰，瓦片一定会有声音嘛，对不对？唰唰，搞不好他还磨破几片，对不对？啪，哦啊，更大声。好，啊，拿来的时候又掉破几片，啪啷啪啷啪啷，对不对？好，啊，惹的这个百丈禅师，哦，心生苦恼，哦，然后够硬的，哦，这个恶人是伫家咧，对不对？唔知道，好，哦，老子在打坐吗？当然他是学生啊，哦，可是我们反起来的时候，全天底下老子就是你自己嘛，对不对？你们不是都这样子吗？对不对？哦，所以这时候哪有什么长辈？哦，当然这是错误的了哈。哦哦，他就在他打坐的时候，在那边磨瓦片，磨磨磨磨磨。然后这时候，哦，那个百丈禅师，哦，想说继续假装有风度也不是办法，对不对？哦，就醒来，哦，就去问问华阳禅师，你在干什么啊？对不对？那只是不好意思，底下个一样啊，对不对？不好意思，像那个鸡蛋呢，磨到面，哦，就出来啊呢，哦，你感觉疼点哈？那种牙起来是最难控制的，对不对？哦，啊，百丈禅师去有黑偏吼也还点嘛，都难控制嘛，对不对？所以呢，哦，他这时候就问他啊，你在干嘛？哦，磨什么的？他说我在磨瓦片嘛，对不对？啊，磨瓦片干嘛呢？哦，啊，当然修行者都有风度，不会在家。哦，磨瓦片，哦，在我身边磨瓦片干嘛？哦，在我身边磨瓦片，在我打坐的时候磨瓦片干嘛？哦，一直叠加，对不对？啊，华阳禅师说，我磨瓦片要当镜子啊，对不对？哦，一世人吼，敢那也无啥看过家己啊，吼，哦，啊，听人讲家己有够缘投的吼，啊嘛，我一个看家己在生做安那缘投的，就来磨瓦片，磨瓦片，哦，百丈禅师就，哦，心生窃笑，说，哎呀，磨瓦片，瓦片怎么能够做镜子呢？对不对？哦，你们磨瓦片能够镜子吗？大家都知道不行。那华阳禅师这时候就跟百丈禅师说，那你打坐要干嘛？对不对？打坐要做佛啊，打坐怎么能做佛呢？这时候你看人家当下开悟啊，打坐不能做佛，对不对？那打坐要干嘛呢？打坐想要做佛，对不对？那打坐不能因应，那打坐想要做佛，那打坐什么时候能够做佛？那知道打坐不能做佛的时候就做佛了，你懂意思吗？啊，所以所有的修行都是破，对不对？哦，这时候怀让禅师就跟百丈禅师破参了，对，破参。你看他也要遇到，对不对？遇到会点化他的师父，哦，这个叫做总在遇缘不同嘛，你知道？哦，那之前可能哦，我们从古以来坊间都流行着打坐能够做佛嘛，对不对？哦，那打坐是什么？打坐开始就演变了，演变名词了，哦，坐禅，对不对？哦，入定，哦。也就是说现在变成掐两头了，我直接打坐就是入定了。哦，当然好像还没演变到再掐更前端的那一头，打坐就是佛。哦，啊，这样就太划算了。哦，那当然先来一个打坐，不是针对打坐，是告诉你们的八万四千法通通一样。哦，所以当时阿难尊者也请教世尊，他说哎，这个为什么啊？哦，这你要知道，这个是三千年前的事哦，哈，哦，啊，三千年前的环境跟人的那个良知良能，哈，哦，都不比现在的糟糕哦，哈，哦，的前提，哦，也说他们的缘比较好，对不对？好，哦，质地比较良善，这样子的前提哦，都发生一件事情，他说，世尊啊，那为什么有人？努力修佛啊，学习佛法的意思，哦啊，得到的是悲哀的命运，什么事都不能解决，然后灾难一堆，对不对？遇到灾难又起嗔恨，哦，又有起烦恼，哦，等等，啊，来砍拖一堆啊呢，哦，然后，也有人哦，努力修佛，然后也得到你们讲的吉祥如意啊，对不对？哦，那这是为什么呢？哦，那就不是修不修佛的问题啊，因为修了有两个样子啊，啊，不是这样的。他跟他讲一句开宗明义的话，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他就哦，从名师受戒的关键与否，对。那什么叫从名师？你要哦跟从，从就是顺从，就是接纳，哦，就是接受的意思。
明白的老师，哦，这时候他们明白的标准是有的，是所谓的明心见性。哦，当然我们现在常讲的明心见性都挂在嘴边嘛，对不对？哦，啊，明心见性不代表说他是一个，哦，外表，哦，慈眉善目，哦，这样子，哦啊，然后，哦，讲话都轻声细语，哦哦啊啊，只要跟你互动就是莲花指，哦哦，不一定是这样子，哦，那明白嘛，那明从明师受戒就是接受接纳，哦，这个戒是广义，哦，广义戒，广义当然涵盖了狭义，对不对？所谓一般我们在讲戒的狭义是什么，是比如说这个沙弥律语啦，哦，出家的比丘戒啦，比丘尼戒啦，哦，在家的菩萨，哦，这个所谓的在家菩萨戒啦，对不对？哦，《梵文经》的阐述啦，哦，那广义的就是这一个老师的教诲教戒，哦，教诲教戒，也就是说他随时跟你提一点的那一切的一切，你应该怎么样啊，不应该怎么样，那你可以怎么样啊，最好不要怎么样的一切一切这一些，哦，他不一定有个形式，哦，他不一定有个仪轨啊，通通不一定，可是他有他的义理在，这个叫做戒，这个戒是有言字边的那个戒，哦，所以他说关键就在这边，所以有人在修佛众能说得十二部经藏，啊，这个听得懂吗？哦，即便能够去阐述，哦，所有的经典在阐述的，哦，不从名师受戒，哦，亦是枉然，你看他关键在这边，那即便他能够行持所有的仪轨，哦，这时候就叫修啦，哦，前面就以为是悟啊，对不对？解嘛，哦，后面的仪轨的行持跟功法的行持叫做修，行为的修持叫做解行，他都在运作， 哦这表面看起来好像也解行并济，对不对？哦，可是因为我们不入祖师室，所以茫然去两头，你看这两头通通没有用，哦，通通没有用，哦，那去是什么？去味那个去，去向那个去，哦，你们讲的兴趣的那个去，这个兴趣的去，哦，有一个意义在，就是所谓的朝向，哦，你就朝向两头了啦，哦，两头 是分别的意思，是对法的意思，哦，意思说，就是回到世间了，对不对？所以前面讲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对不对？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那可是也不是说你待在世间你就可以完成，你看你选择一个待在世间不行，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人执着形式上的出世嘛，哦，这个叫做逃避嘛，哦，那你执着一个出世不行，是不是一边，对不对？哦，那现在我告诉你啊，不是这样，是离佛法在世间，对不对？不离世间觉，哦，然后第三句来了，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哦，那说那不能离开世间呢，啊，那也不能不离开世间呢，啊，对不对？哦，这时候是离世出世不在于形象上的世间，哦，而是在你的心有没有染着，哦，有没有染着，可是偏偏这样的一个气息，好，我们用气息来形容，又不是我们一般习惯于世俗，好，习染的人，好，尤其是这一些进入修行领域的人所能够去感受体会的，好，所以我们即便来到了一个要生命成长学修的一个环境，好，遇到的人事物，好，我们也都带着两边，哦，去两头两头的习染，哦，在运作，那这时候我们不是执着有就是执着空，哦哦，不是执着有就是执着空，那它都叫做执着，所以佛是叫我们不要执着的，不要，不是叫我们选对象执着，以前我们常跟你们提醒过，哦，我们是要不要贪的，哦，不是什么，不是换一个对象来贪，哦，是这样，哦，所以为什么叫做两边不利中道不存，对不对？哦，两边不利，我们知道这一件事了，对不对？你看又来了，对不对？哦哦，所以我们要中道而行，你看你又把中道变成一件事，
这时候是不是又两件事了？所以他要告诉你为什么强调中道不蠢的原因在这边，都在破我们的惯有的思维，惯有的思维。那么这件事情常常一生文质性的人不是能够靠自己就能够去了悟，而声闻嘛，缘觉不一样嘛，缘觉就不一定哦，缘觉的过去善根比较深厚，所以他的思是一切的存在。那当然于理上我们也都可以去接受了，对不对？至少我们世间也有一句话叫什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嘛，对不对？好，对不对？好，你们真的是这样吗？对，三人行，对不对？好，哎呦，没有师父，我们很想这样，可是不行这样，对不对？因为我家有五个人，对，所以没有值得学习的，对，所以这个义理还是搞错嘛，一个世间有对法的概念，所以告诉你，一个是你自己，对不对？一个是善类，对不对？不能讲善一个，一个叫恶类，你看用对法好让我们明白。那为什么加个我自己？你说两人必有我师焉就好了，为什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因为你看呢，两边中道，对不对？三必有我师，平和而能，因为你卸除得了，卸除得了。那缘觉是什么？是它存在一切，我刚讲的那三际不同空间维持一切的存在这一件事情，它只要投入里面，每一个处所每一个分秒都是能够让它成就无上道的机缘，因为它那种悟性特别的高，那这个都是有过去善根的作用。那如果不是像我们现在这种声闻执性比较强，佛在当年也跟我们讲过，我第一个500年呢，以什么成就？戒律成就。第二个500年与禅定成就。他是这样讲的，五百年嘛，500叫做戒律坚固，很稳固，所以戒律就成就。那第二个500年，是所谓的禅定坚固，修禅，对不对？打禅，当然我们常常要这样，你们才能懂，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被意识形态被植入，修禅就是坐在那边，对不对？那其实坐禅那个坐是以坐的形象在表法，表征坐如钟，我们一个人坐着的姿态是最稳定的，它在表那个稳，所以坐是这个意思，禅是不动心，所以内不动心谓之坐，外不着相是谓禅，所以第二个时期2500年禅定坚固，第三个时期声闻坚固，声闻就是要闻声，听闻，然后来去做消化，那你看佛以音声做佛事，尤其是在这个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所以常常要有音声的激发，你们多数也都是这种执性，对不对？声闻，要不然我们换个执性啦，您白了吗？您有了解吗？对不对？你看一头雾水，还是要用讲的，你看多麻烦。那当然讲就是很落后的，我们也必须接受我们的根性的不足，对不对？好，一个学习者人贵自知嘛。好，那后面就比较不好啦，400-500年刚刚讲三的，对不对？400-500年塔寺坚固，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塔寺很坚固？这个400-500年还不是现在嘛，对不对？还不是现在嘛，在我们之前的那500年，对，现在的之前的500年塔寺坚固，所以你看我们看看中国，大陆这个地区包括台湾，在过去的那个500年，你看寺庙林立，对不对？盖庙，很多人很喜欢， 有一批修行人很喜欢捐钱去盖庙，对不对？盖塔，塔寺坚固这样。那我们500年呢，我们现在来了500年什么坚固？斗争坚固，我们现在大家斗，那连跟自己也斗争，对不对？就是不愿意和，是这样。那他告诉我们，这个地球众生从佛3000年前注视以来的这个流程，这也算是一种预言啦，
哦，预言我们的众生的执心就这样流变，这样流变。哦，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叫末法时期，末法时期变成什么？净土成就的原因也就这样，因为心要净。哦，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哦，那不管你持戒，哦，你坐禅，哦，你修净土，它通通没离开一个核心，就是净，清净，对不对？哦，所以你持戒不是只是那边不吃肉，哦，你们六斋日嘛，对不对？哦，不抹粉什么什么，对不对？哦，不穿漂亮衣服，对不对？啊，比如说漂亮衣服很难讲啊，对不对？我们也觉得济公得108补得很漂亮啊，对不对？哦，还有讲那破衣，哦，无人买，哦，所以哦，这每一个时期都有它与文化跟所谓的族群的对应因缘的差别性，可是它没有差别性的都是背后那个原则原理，其实那个原则原理的稳定就叫做禅定。所以八万四千法门法法通智性平和而能，因为八万四千法门通通是禅定法门，也是八万四千法门通通是净土法门。哦，因为你没有清净的人，你没什么禅定可言。哦，那禅定必然有清净，清净的另外一个样子也叫做禅定，只是你透过不同的手段，八万四千法叫手段，哦，去训练到你的清净心，这样你清净心就是禅定的样子。哦，那禅定的本质。哦，所以这一件事情，哦，我们常常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土法炼钢闭门造车，不太能够，哦，不太能够。即便我们自己涉略的所有的经典，我们也会依着我们的盲点，所谓的误解的意识形态去理解它。哦，所以我们就会把文字剥落转成我们世间的，哦，所谓的这一个所谓的奇见，哦，所有的这些妄见。哦，那这是一个很可惜的。哦，所以这一个老祖宗也告诉我们，哦，这个你能不能体解大法，总在于语言不同，哦，在于净土修持。他们常讲，哦，四土三辈九品的往生，总在语言不同，哦，语言不同，你遇到什么样的生命状态，你就会熏修成什么样的生命状态。以前我们常用读书来讲，当我们紧跟着一个幼稚园老师，当然这不是有歧见，我是拿那个做表法比喻，哦，我们可能永远就是幼稚园毕业，对不对？乃至于达到幼稚园老师的程度，哦，也许这时候还不能达到小学老师的程度，哦，国中高中，对不对？大学上去研究所博士班。所以如果你有幸能够直接遇到一个博士，他就有办法把你一条龙直接熏，哦，调整成博士，哦，是这一个比喻的概念，哦，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个世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嘛，平和而能够成就觉这一个生命状态，你必得要世间，哦，遇觉，对不对？遇到觉，啊，你才能办法觉。那如果我们遇到善呢，哦，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很善良的人。我们遇到恶呢，我们常常会被熏染成恶人这样子。哦，所以你看这里就有三个阶段了，恶善觉，对不对？所以哦，了克禅师讲的诸恶莫作，哦，这是第一阶段众善奉行。第二阶段你还不能停留在众善奉行，你还要把恶善皆离，这时候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哦，所以这个自尽其意很重要。那么哦，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也有带我们的哦，这个细致的触角，哦，去触发我们自己，然后去吸收，哦，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宝典，哦，常常缅怀我们的。刚回到那个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哦，所以在世间，哦，不离觉，我们就要懂得方法手段。好，啊，今天跟诸位分享到这边，阿弥陀佛。哦，Oh.
萨拉此方真教帖，清净在英文，欲取娑摩体，实以文中入。所以，既然是文中入，也需要、哦、诸位的谛听，谛听，完全没有意见的接受，即是谛听。当你在听受佛法的时候，当下没有任何思维的那个你，当下就是开悟的你。哦，只麻烦在哪里？哦，我们的当下常常不是吻合的，所以常常去思维所谓的谛听之意、哦、我们的闻性、哦、便能够发挥到它最大的效益。感谢诸位，没错。